深深一个吻。2010年，沈玉琳席开90桌，风光迎娶嫩妻雅雅，从助理小妹升格正宫，其实是一见钟情。那我就要找一个助理，结果那一天呢，来了9个人应征。啊，那个时候我还是知名制作公司，也算是超级制作人啊，这个收视率制造机，哦，很多光环都在我身上，所以自然而然来应征的人条件都不错，哦，南加大，啊，伯克莱大学，啊，还有什么政大中文系的，都这一种的。然后应征的一天，啊，雅雅，就是我老婆，后来的老婆是最后一个进来的。那雅雅是念餐饮的，啊，还不是餐饮系，那个叫做餐饮科。看他，啊，我有点，有一点那个，算是一见钟情这样子，啊，那当然嘛，还是要行礼如仪嘛，还是得问他专长啊，希望的待遇这一类自私的话嘛。结果一问呢，我就傻眼，我说你专长是什么？他想半天专长，他就一直讲不出所以然来。我说那你打字快吗？打字，他就还比当打字，他说。我们现在都滑手机啊，我说那你的专长是什么？他想了很久，吐出2个字，倒茶。我当场整个为之震撼，太萌了，太可爱了 ，OMG OMG OMG， 这就是我要的。被安装对你工作是美味，是了闺蜜，开始嘛拍死。清纯呆萌的雅雅，个头娇小，说起话来楚楚动人，完全就是沈玉琳的菜。于是爱苗就这样偷偷在她心里滋长。她是一个很温柔、很体贴啊，个子不高，小鸟依人，就是光你听她的声音都能醉啊。老板，明天要加油哦 ，fighting， 赞赞，拜拜。会这样子留言哦，但不是狐狸精哦，啊，跟狐狸精有很大的差距哦。当年45岁的沈玉琳原本已经打算不婚，加上和心仪的雅雅年龄差距过大，碍于面子，有天她终于鼓起勇气告白，下场却是被敷衍了事。她一口牛肉正要放进嘴巴的时候，我突然筷子一放，砰！雅雅，你要不要当我女朋友？她整个人呆住了。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我猜他应该百转千回，想说要怎么回答才得体。他讲了一句蛮官方的话啊，老板你怎么说这种话啊？那我想想好了。那他这样讲，我就不好意思再继续了嘛，想说那就给他想想。不过通常一般这种大概不会有结局的，大概就是这样啊。正妹有三宝嘛，哼哼呵呵，我要去洗澡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哈，你每次要拔一个正妹，然后跟他传讯息，那他。就是想敷衍你，一直在那哼哼嗯呵呵，那我明天去看电影，呵呵嗯哼哼，然后他实在跟你聊不下去的啊，我要去洗澡。好在每天朝夕相处下，渐渐产生情愫，两人果真成了情侣。个性人来疯的沈玉琳，就连求婚都很戏剧化，还一度激怒双方家长。那我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，一直有一个毛病改不掉，就是。我就是他老板，所以我讲话呢，经常会露出那个老板的那个样子出来。即便是我们结婚，都是这样来的。有一天呢，他在外面，啊，他在那个我的办公室外面，他在整理文件，啊，我就听了朋友的劝告，说什么要早点结婚啊，玉玲，你都老大不小啦，40出头岁啦，再不结哦，不行哦。啊，我就想说也没错，也 OK。所以那个朋友走了以后，我就拨那个内线啊，内线电话呀，那进来。那他一进来，他不晓得要干嘛。老板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什么事？恭喜你，你要结婚了。制作人抽屉里面都会有一本农民历，因为都蛮迷信的。就这一天，啊，然后我就人来疯嘛，我就打电话给媒体记者，跟他们说我要结婚了。那第二天呢？第二天那个报纸就报道了。所以后来我丈母娘很不谅解我，我爸妈也不谅解我，就是说你们要结婚的事情。镜头前浮夸表现笑翻众人，但没想到私底下的他回到家惜字如金，只爱看政论节目。我的工作就是靠讲话在赚钱嘛，啊，那讲了一天的话，那人不可能一直在放电啊，总是要充电嘛。所以回到家里面的时候，他就能理解，那就是我要充电的时候。所以我在家里面的日常大概就坐在沙发上，
啊，我现在还是有一些很老派的风格啦，现在已经几乎没人在看报纸了，但是我会看报纸，看报纸啊，看看政论节目。虽然搞笑荒谬形象深植人心，但自从女儿演员出身，现在的她是有女万事足，父爱大喷发。以前的我从来不敢去想象这个事情。没有结婚以前哦，我自认为我自己是不喜欢小孩的。小孩一天天长大，我看了这个自己哈、哦，属于自己的这个小生命，那个哈、哦、是一种天性，啊、哦，你就会那个自然而然啊、哦，发自内心的觉得好可爱哦。然后你看他的一举一动、一颦一笑，然后跟自己这么样的神似，啊、那到后来变成怎么样呢？变成每天在工作、在上班的时候。心里面就在盘算说啊，在30分钟就录完了，哎、啊，就一种喜悦，喜悦的是什么呢？以前哈、哦、没有小孩的时候，喜悦是什么啊？跟朋友去吃吃喝喝，啊，或者啊跟朋友去花天酒地，那是一种工作当中一想到的一个喜悦。现在那些都没有了，喜悦就是说，回家可以跟演员玩家家酒了。女儿演员的到来，让她有了全新体悟。沈玉玲的人生下半场，微不足道的幸福，让她的生命更富足。二三哎呦喂！我是准备要还没有碰到他的时候，我跟他说 sorry， 我做不出这种事情。哎，结果你就出来了。真的啊，我人在曹营心在汉。我懂，我懂。对呀、啊，我懂，我懂。英英你好 ，Hello， 你好。英英，你觉得你自己啊，本身最棒的优点，比其他三位优的是哪里？我自己的肤质状况非常的好哦，皮肤好，然后还有九头身的比例，哎呦，黄金比例，九头。请问您是什么星座啊？狮子座。哎呦，真漂亮了。你身高多高？对不起，173，刚刚好。你看，对不对？173的最好，还好了，不会太高。你的胸型很漂亮。对，因为内衣厂商非常喜欢我。胸型可以形容一下吗？是水滴？还是晚工？好，那没关系，这个，我断掉你，鉴定一下，鉴定一下，鉴定一下。哦，你是哪一型的？是晚工型。哦，你干嘛大叫？你干嘛大叫？你忍耐一点。哇塞，我腿好细哦。哇塞，哇塞，地球小姐招待到这里。我腿好细，请你转一圈。我腿好细，我的天哪！哎呦，细腿人。好的，窄裙子很好，但是美中不足。怎么样？看女人要看她的哪里？哪里？膝盖。你说太黑吗？膝盖太黑代表私生活不检点。不是，不要乱讲。这个是她可能刚刚换衣服。自己膝盖是乌黑的。哇塞！哇塞，真好，皮肤真的很好，哇塞，皮肤正点了，换了换了，皮肤会不会太正了？换了换了，哇塞哦！哎，我看你最开心吧，距离这么近，我们不能发泄一下自己的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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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知道你累一天，我知道我知道。哎，他真的有地球小姐的那个架势，是不是？哦，你刚刚看他站姿，那个站姿就不一样。哇塞，你看超像地球那个花儿，对，那个花儿解开了，好像采那个花，对不对？哎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。是是是，那花大家看一看。我以为大家出来玩，讲这个就扫兴。对呀，对，采采了，把花采了。他这种把花给拔下来。玉林哥了。来来来，没关系，先看嘛。OK， 先看先看，还可以退票就对了。喂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！脸好小哦！我看这个样子就很肯定你活不过明天了。英英你好，是哟，来，谢丽锦，英先上了。英英现在是单身吗？对。英英喜欢什么样男生？很贴心幽默的男生。幽默。哎呦！沈玉玲，就你了。真的，还在你啊！还好，其实我不怎么好笑。真的幽默幽默哈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的，好吧？安全之吻。但是能不能，就是这个吗？对啊，不然是什么？
我这个有点薄。不会，不会，你要自己拿的。因为我老婆的人哦，连我跟女生去吃饭都会跟我翻脸的。哎，所以我是很诚挚的，玉林哥，希望把这个权利我们多少次录你的影，我们到现场，我们有拒绝你，我们有废话吗？我们被死鱼打脸，我们这样跟那种小甜甜一句话也没吭过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呢？我跟你讲，这样好了，就用这个，但是碰一下就好了，不要太多时间。对啊，安全之吻，好不好？这样公平吧，嘴对嘴这样碰一下就好了 ，OK 吗？OK 吗？嘴对嘴碰一下，碰一下就好。哦，预备，快点啦！我不会啦，会不会今天是我人生最后一次？不会，怎么会？不会，来了，来快点，预备，一二三，哎呦喂！真的表情，你还这么明明就还有一分钟都做好了。我是准备要还没有碰到他的时候，我跟他说 sorry， 我做不出这种事情。哎，结果你就出来了。真的啊，我人在曹营心在汉。我懂，我懂。对呀，我懂，我懂。我请出。三号女神，请出来！哎呦喂！你刚刚这样的行为，只有在被捉奸的时候才会出现。你也太狼狈了吧！来来，好，来我们就没有雅雅，没有。刚刚那样不行的。当然不行啦。可是这种安全之吻，哪一点都不安全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老板，再拿来，你们两个亲看看。退！下出这种脏点子，退！你要在这里就不脏了。你又不是设计要做人吗？你不要这样打了，雅雅。这样播出去，我以后在社会有什么地位？你再看看你的亲家说，我怎么做人？从现在开始，你是爱妻一族。对对。可是我在社会上的。不会，没事没事，我没有播到嘛，不会有影响。立足，那我怎么立足？你真的亲下去怎么办？我所以我不会真的亲下去吗？你会？我不会，我一定。你就是会，你这个。好吧，好吧，那你高兴了吧？就这样，整个局做什么？做什么男人福利社？你是怎样？你没听到？不是啦，我是说，你要走在我面前亲，拿来。我没有没有没有，你给我亲。不要走在我面前亲了，那就张立东来亲好了。张立东，张立东跟他亲可以吗？好啊，可以吗？张立东跟我亲。对啊。算了算了，这么爱亲，反正对不对？性质都没了。OK， 好。冷静，冷静，不要再打，不要打，对对，冷静，牙不要再打。我跟你讲，从小脚到大，我妈都没有这样打过我。其实我们真的是在那个中间，我们就会卡的啊。你们我们会，他自己会要亲。没有，没有。如果要真的要他亲的话，我们不会让你出来。对呀，我早就让他是不是停尾了，对不对？骗人！上次那个 Jason 跟小咪他们两个差点要闹离婚呢。而且都是你们在怂恿的，所以这次不会的，不会不会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有一对要离婚，潘若迪。你我跟你讲，那个下次播出时间先跟我讲一下，一个礼拜前就先跟我讲。Kiki 没来，而且刚刚还好，不然那个。对啊，我是 OK 嘛。不然潘老师找个女的亲看看。好，干什么要我亲看看？你们俩办离婚不关我的，不要不要。那我干我你这样你敢这样，我死给你看了。人家他是好老公，他会拒绝，你都不懂拒绝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就准备要死给他看。你刚刚没有？我待了五次三个阿东，我说哇哇哇，我是准备要这样的。你要重下那个女生。OK， 好，没事没事，来请坐请坐请坐。好在好在没吻到。好在，没事啊没事啊没事啊。而且要不要来坐来？来坐坐坐，你
坐着，我站着好了。来这给你们好。哎 ，OK OK， 来坐。还要好好的吸音呢，怎么会是什么吸音？就不要拍拍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拍拍照。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，就要看三立新闻网。懂了就动作啊！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。SETN 三立新闻网最优质的网络新闻媒体。